两位老板想做胭脂生意，你呢个初嚟报道嘅都想要人哋嘅入货价啊？你就系顾狗屎？系啦，我呢度有少少心意。你呢个富家公子，攞几个烂鬼铜钱打扮乞衣啊！以后收工之后唔准走，扫好地先走。好，知道。长风道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